每天晚上八点都会在中国馆的上空结合地面的灯光屏幕进行一个天地互动的一个表演。其实在这一个无人机编队的表演里面，它主要的技术问题就是在于需要用一个单独的地面站来控制无人机的整一个编队，那这里面呢它就需要涉及到通讯这一方面的问题。